老铁们大家好，今天咱们搞一个这种吧啊，看一下外壳全铝的啊，漩涡式气泵用单电容运转异步电动机啊，这个东西其实就是鼓风机啊，也可以跟它叫做鼓风机。看一下啊，全铝壳的这个东西，像这个东西啊，如果收货应该什么价格去搞？今天咱们搞来一台啊，今天给它做拆解，看看这东西的拆解价值能够拥有多少。下面称一下它的重量，它的重量啊是4.3公斤。这东西啊，就不要管我收过来价格了啊，我是跟电机一起搞来的。咱们先结合一下啊，如果你们看到这种东西会什么价格去搞？咱们按照4块钱一斤吧啊，8块钱一公斤来计算一下，看看做拆解有没有利润。8块钱一公斤的价格，也就是应该花34.4块。下面啊，给它做点拆解，看看按照8块钱一公斤啊，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利润？下面拆解一下。老铁们啊，下面咱们称一下它出的这些东西，看一下出这些东西。咱们先称一下铝吧啊。2.3公斤铝，27.6块的铝。下面再称一下铜，0.45公斤铜，25.65块的铜。再称一下铁。还有点垃圾啊，有几个小螺丝就不称了。1.35公斤铁，4.32块的铁，看一下啊，就出这些东西。然后我刚计算了一下啊，这东西也不知道各位朋友们啊，你们会花什么价格去找这个东西啊？但是它的拆解价值啊，太牛了啊！我也是首次拆解，这东西的拆解价值啊，达到了13000多一吨啊，实在太给力了。如果按照你们8块钱一公斤去找货啊，这个东西也就是纯利润啊，一吨在5000左右啊。太牛了，太牛了啊！好了啊，关注小雷哥，给大家分享更多的废品拆解视频。